家好，我是雷静，猜猜今天我们要搞莫斯。最后一样，父母非常爱的绿豆糕。小时候我吃绿豆糕呢，就没有这么好的包装，然后也没有这么多的味道。但是现在绿豆糕味道就五花八门，有柠檬味儿，有草莓味儿，有山核桃味儿，还有原味儿、玫瑰味儿。我就吃个原味吧，感觉原味的糖分最少，但是这个东西真的很长胖。哇，我感觉我吃了一斤绿豆，真材实料，货真价实，口感非常细腻。如果你很爱吃绿豆，我觉得这个你会很爱，还有很多口味可以选择。哎，你们把这个绿豆糕可以吃了，不能放了，再放就坏了。好了。